听说快闪桥之前那个哦，有一个妹她睡足六个小时，还蛮厉害的。我们大家都没有睡啊，她居然敢跟大家讲说她已经睡六个小时，还问我说有没有睡饱。我当然晚上八点就先睡啦。啊，八点就睡了，知道吗？晚上八点就睡，知道很累就晚上八点睡嘛。工作再忙不能怕太心累的哦。我们那你知道我记者会之前我也睡了大概七个小时吗？又七个小时，又七个小时，你看那人生多美满。哎、欸，拿起你的饮料摇一下好了。大姐，我在摸，哎、欸，是很配哦。摇起来。喝之前摇一摇。哎、欸，原来你是在录影哦。摇一摇。入口现在在找路。哎、欸，茶嘞，茶嘞，茶茶啊！你们又没来拿，我有茶。哦，好，算了。在那桌上，他们哎要凭那个邀请函才可以领呢。嗨，你在拍吗？对，在拍着拍。有一个要来领高技武以后的，你以为我没有邀请函是不是？怎么样？邀请卡？怎样跟我要邀请卡？等一下，你不会把我拿走吧？不会啦，你可以拿快一点吧，我不喜欢剪太久的。这可以吗？对。为什么会有小杯的？那个是坏坏跟管家家的。果然就是这两个标新立异的人，这种特权人士真的是很不好。你知道他们那两杯多贵啊？为什么我一定要坚持要买无忧？就是因为它便宜。所以他们不是无忧啊？不是啊。他们是什么？还喝有颜色的，你知道吗？无绿，有颜色的。然后他们还是中杯的，他们的里面比较黑，中杯的还里面比较黑，中杯还比大杯还贵，所以它里面比较黑。两个都还蛮黑心的。哎，那是你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我讲的很直接啦。哇，金子啊，网红，网红，那个，哇，不是网红。这两个一起叠冲险。还有豆腐。这两个在干什么？就让你，就让你冰斗来啊。哦，如来，你也看短期啊啦。你拍我，我拍你，然后你闪我，我闪你的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我是鱼板，为什么要靠这么近？这样子，这是什么角度？这是什么角度？来来来，凭邀请函领饮料。阿西啊，爷爷你好，我有邀请函哦。凭邀请函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是什么？就你要的啊，有颜色的啊，没有。我是说酸甜，我没有说有颜。酸甜的，酸甜的。所以这是什么口味？它就酸甜的没。有珍珠啊？没有的。那为什么跟我那么粗的吸管 ？Say hello。嗨。其实今天是高技发表会，那今天大家车友喝酒蛮多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其实今天我看那个造型啊，主要是因为看到间谍照，所以原本以为说，哇塞，有点丑，真的实车的质感非常的好，然后呢用的材质环保的不得了，就像杨叔讲的，又是耐撞啊，它已经现场已经锤过了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就是尽量的可以安心的去骑乘它。不用怕刮，不用怕刮伤，对，不要怕啊！真的是蛮好看的。那它的特色，我会觉得说，哎，有了自杯架也不错。那还好，它维持它是专科电池，所以它的动力应该至少还 OK。白牌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有空吹了一下，大概时速有到95，空吹表速到95。对，那我们一的话，表速不是118吗？那所以。大概应该也有60-70，至少有这动力。对啊，至少80，再减10的话，至少80。对对，快了。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赶快去门市。